全体的。各位选手和来宾，台下非常热情的是华夏海洋游泳标准比赛的冠亚军女单，台下两位选手是来自石人鱼和刘露武汉的同学，请大家到台前与刘露武比拼。首先在进行结束以后，我们先发的是全国各地区的我们也在进行不同的点将，请各位选手在这边准备。
都是要有什么去拿钱。